让我看看大家都说什么了。阿芷小可爱说想听用阿离的声音念程咬金的台词。哇，原来现在美女都这么重口味的吗？让我想想程咬金的台词。人类需要有强壮的身体、肌肉和灵魂。好了，那阿芷今天就先下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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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差点被你吓死。我想喝水。Fabiot up, Captain。嗯。霞芷，你不是耍赖吗？我都念停止咒了。软芷，你一定要躲着我吗？虽然我知道可能性不大，但是我还想争取一下。没有想到我会给你造成困扰，真的很抱歉。你别这么说，小莫。你能喜欢我，我很荣幸，也很没有想到。但是我对你真的没有心动的感觉，是吗？原来说出来也不是这么难。其实我不想勉强你，我也不想因为这个成为你的负担。如果你觉得我这样让你很不自在的话，我希望你可以忘记我说的话。小莫，你很好。
你不用给我道歉的。其实我这两天想明白了，比起你一直躲着我渐行渐远，不如我们做回朋友吧，没有负担的那种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还愿意和我做朋友吗？嗯，不然我不是亏大了。谢谢你，小梦，真的。看到你也不想见到他，我就特高兴。我觉得，哎，齐总早啊。软指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从一开始就不该来上班，我要是不来上班就不会遇到齐展，我要是不遇到齐展，我就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那，给你的。这是礼物，给你的。不好意思，齐总。请您收回这条项链的主人应该不是我吧？白鹿的那部剧交音上去，剧组那边很满意，这算是给你的奖励。奖励也不要吗？你干嘛？我可是有男朋友的人。莫如玉，当然不是了，我早就有男朋友了，所以我才拒绝小莫的。是谁？李兰公子。你咋了？偷偷。我完了。哈，我跟你说，事情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齐战说，既然大家都认识，不如就约出来一起吃个饭呀。反正大家也都认识，而且大婶进来这么久了，还没有跟大家一起吃过饭。我是他女朋友，这点面子他不会不给我吧？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那我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给。哎呀，你这塑料姐妹花，你不光不夸我，你还笑话我。那有什么嘛？你约不就完了吗？约啊。没有人见过李兰公子的真面目，你随便找个人替代李兰公子不就好了吗？哦，聪明，对吧？喂。你明天有时间吗？好，明天见。OK。全世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想爱。全世界只有你，能让我心潮澎湃。生命之外，永远都不要分开。全世界除了你，我谁都不想爱。这一生尽全力，将缘分的花灌溉。
是因为爱。